いろんな困難の表し方と反対の言葉。この機械はなんて使いにくいんだと思ったら故障していました。先生が出した課題はわかりにくくて頭を抱えました。なぜ強制的に飲み会に参加させるのか僕には理解しがたいです。人のものを盗むなんて許しがたいです。 彼女がわざわざお弁当を準備してくれたので、お腹がいっぱいだとは言いづらいです。白石さんは美しすぎて話しかけづらいです。 好、啊，这一期我们一起来看看《文法句型一本通》。这一次要学习的是各种困难的表达方式，像在主题是真人绘画里面呢，有提到什么什么自 a 难以怎么样的说法，对吗？但是意思 OK 吗？已经确定了吗？ 我们这一次呀、啊，就好好的整理一下，容易怎么样？不容易怎么样？呃，无法怎么样的说法哦。好，那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主题，就是你可以。那你可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哦。诶、呃，它是以动词 mas 型接续的，就是词句型的呃，语尾变化同一形容词。 它的意思就是前面用到ます形，例如说像这边的使います，对吗？使いにくい。然后呢，后面呢，にくい是一形容词的变化方式。所以呢，呃，都基本的话就にくいです，后面加上です可以啊。呃，过去式的话，に t いかったです，か t た也可以啊。还有否定型的话，にくいない，就这样子 对，大概是意形容词的呃变化规则，你按照这个来变化就可以了。那意思是什么呀？表示什么什么东西十分困难，不容易达成，或者什么什么之事态的可能性很低的意思。好，然后他说呢，为表达物理、生理上的困难。 可使用于口语、文语都可以哦。那我们看看这个例句，来稍微多一点留意一下。请看看这个左边的图哈、哦，哎，这个影印机哎坏掉了。那怎么样去表达坏掉的状态呢？请看，この機械はなんて使いにくいんだと思ったら故障していました。 对，就是很不容易，怎么样啊？很难用啊！啊、呃，这种时候就可以说使 k y く贵使 k y く贵。有一些机器是可能因为坏掉，或者是它本身的设计哈，不是那么聪明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啊，这个很不好用啊。那那种时候有吗？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使 k y く贵使 k y く贵呢，就这样子。 あまなめにかんかん試合先生が出した課題は分かりにくくて頭を抱えました。对就是老师出的作业課題。再来呢、わかります、懂或理解。那再来呢，你可以就是很不容易，好难怎么样？好难理解、わかりにくい。因为它本身写的字啊密密麻麻的，然后它的逻辑也是。 很复杂那种的感觉，那你可以说“わかりにくい”。除了“わかりにくい”以外呢，理解的话，你可能马上想到“理解”这个单词，对吗？那但这个“理解单”单这个单词啊，也可以变成动词嘛，后“理解します”“理解します”，所以你也可以这么说：“先生が出した課題は理解しにくくて。” 頭を抱えました。理解しにくい。就可以や。那如果他写的字、呃很小、又很丑。所以呢很不好阅读啊。有一点看不懂的那种感觉。那你可以怎么说呢読みます。这个動詞可以变化。読みにくい。読みにくくて頭を抱えました。 就这样子，有名你可以。那你需要问老师吗需要问老师。但是呢，因为老师他是非常严格又不好沟通的人，所以呢，啊，很有一点不容易问到老师。那要怎么说呢？问老师怎么说？ききます对吗？ききにくい。先生にはききにくいから。 結局最後まで分からなかった。因為啊、呃，我很啊、呃，有一點不容易問到老師，所以啊、呃，結果還是不懂啊，是這樣子。所以大概你會的使用場合跟感覺是這個樣子，大家可以理解了嗎？那我們看看第二個重點，是這樣子。ガタイ、ガイ那ガタイ是什麼意思呢？还有 呃，用什么样子的变化方式呢？你看，这边也是一样接动词 masu 形。再来呢，跟一、e、形容词的变化方式一样 g a t a 也是一、e、形容词的。那它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呃，表示要实现什么什么的难度极高，通常带有虽然想做，但努力了。 也无法达成的意思。那再来呢？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只能使用第一人称，而且呢，如果为心情上的理由，则不可使用。多与理解する、想像する、信じる、いる等动词配合使用。所以简单来讲哈、哦。 “gatai” 是呃，都几乎无法怎么样的时候才使用的，所以有时你也可以翻译成无法怎么样。那无法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这件事情难度太高了，所以我无法那种感觉。很正式的说法，而且用的使用的动词哦，不一定。 所有的所有的动词比较通用，也日常生活常听到，而是像在下面写的理解しがたい、想像しがたい、信じがたい、許しがたい那些动词比较常看看到听到的，所以大概这样子理解哦。那我们可以举例看看，哎，这个上司一直劝呃部下喝酒喝酒，那。 他的感受是怎么样子呢你看这样子。なぜ強制的に飲み会に参加させるのか僕には理解しがたいです。なぜ強制的に飲み会に参加させるのか为什么要强制参加酒会僕には理解しがたいです。我难以理解。也可以翻译成我无法理解。是这样子。理解しがたいです。 那再来下一个例句呢？他看到某个小偷偷东西，但是呢，这个小偷的心理啊，你无法理解，对吗？嗯，这个不可能吧？那他怎么评论这件事情？他是这样说：“人のものを盗むなんて許しがたいです。人のものを盗むなんて許しがたい。”这个。 这个就是难以原谅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我无法接受、无法原谅”的感觉。所以跟前面的这个“にくい”的难以程度上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个“にくい”的话呢，还勉勉强,强强的可以使用啊。但是呢，像这个地方如果用“にくい”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例如说第二句。 人の物を盗むなんて許しにくいです。那意思是，如果你勉强的话，还可以接受，还可以原谅的，那种感觉。哦，嘛，心里有一点对难难以接受，但是勉强还可以啊，那种感觉。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就是我无法接受，无法理解，无法原谅那种感觉。对，所以呢，GATTI 的呃这个。 语义大概是这个样子，程度是这个样子，了解了吗？哦，那以上就是我们学了上面你亏，还有下面嘎太这两个文法哦。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相关的另外两个文法。